着不行啊，傅大人，这是轻的，我家夫人手里那还有火枪呢。行吧，那我就陪您去一趟东昌府。那倒是也行，去一趟也可以，可是您得把夫人这气儿给消了。您不知道啊，他现在呀、他出了点男女之事。你哟，刘大人，您让着，别让着。在东昌府，不是有个小丫头跟着我吗？就那女仵作，我知道了，邱梦楠，对不对？果然是他。对，这什么叫果然是他呀？压根儿没这么档子事。行了吧，刘大人。嘿，我上次来就发现您跟他不对劲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刘大人。嘿，傅大人，我刘墉对天发誓，绝没有这回事。有事你孙子。行吧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件事情很难办。依我之见呀，您还是快点把蔡永昌的事儿上报到朝廷，争取早日回京，这样格格就断了念想。是啊，是说这么办呢，可是我这不是还没审呢吗？让给打出来了。我不是已经帮您审过了吗？哎呦，那哪成啊，傅大人，那是您审的，回头皇上一问起来，问我什么我一问三不知，这成吗？再把蔡永昌押回去，皇上一见面再，这不全露馅了吗？这个是。哎，可问题是这甭问题了，现在就一个办法，就您的话，我跟您这儿啊暂避风头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啊，哎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行，那我就派人通知驿馆，把您的行李搬过去。驿馆哪行啊？第一，这是私事，我得自个儿掏钱；二一个，驿馆太好找了，这夫人，明白吧？自个儿找地儿，自个儿找地儿。那您就自个儿去驿站了。好。哎呀，随您。哎啊。哎，还是挺严重的啊。可不啊，我帮您看看到底是伤到哪儿了。您轻点。哎，黑我啊，真的？不是，我知道是真的呀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。你以为呢？大爷，是啊，秦捕头跟孟楠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俩住在一甲客栈。我这倒是一甲客栈，叫什么名？一甲客栈。你这个孩子，我还不知道他叫一甲客栈，他叫什么名？一甲客栈吗？他没有名吗？老爷，你看，就叫一甲客栈啊，那就走吧。老爷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二位爷，里边请。是我表达不清楚，还是我说的不对呀？你们俩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？大人，自从那个张海坤回来，一连三天都没有出门，谁都没见，谁也没见。啊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大人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样啊，咱们按兵不动，继续侦查，甭管是藏海坤还是傅国泰，你看着，肯定有人要有动作。明白。大人，回来了。大人，张大人他不见我们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没递上我的公贴？我都禀报了大人，我在那儿等了一天一夜，他就是不见我呀。他这是要逼我跟他鱼死网破呀。他是认定了我没这个胆子。
刘墉呢？刘墉那边什么情况？刘墉带着他的人去了济南，整天窝在客栈里，足不出户，没有任何动静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啊。那东城府呢？东城府那边什么情况？东城府现由达哈苏代任知府，刘墉的人都不在那儿。至于刘墉的夫人格格和他的侍卫也离开了东昌府，不知去向，可能也去了济南。难道他真的去济南府避难了？啊，一路劳顿，回去歇着吧。谢大人。知州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山东布政使臧大人的侍卫张英求见。这哎呀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下去吧。是老爷。张大人，风尘仆仆，这是又有何贵干呢？李大人，臧大人让我转告你，要想保命的话，趁早把账本交出来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这，您说的是什么账本啊？刘墉来到济南，通过巡抚大人的中间周旋，已经和臧大人和解。啊，张大人，您这越说我越糊涂了，您究竟想说什么呀？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。张大人可真会开玩笑啊。那好啊，也请张大人转告臧大人，就说这临清州府衙不止我李耳朵一人，就是朝廷也不止刘墉自己。张大人走好。薛壮士，这可是本官的身家性命啊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请大人放心，叫人去了。薛壮士，拜托了。大人，我走了。我去济南后，你带子枫去临清州盯着李耳朵。夫人请进。李耳朵这个人生性狡猾，所以说你遇到的第一波人一定是他的诱饵，不必理他。首先确定好目标，当你发现第二波人的时候，就有可能看到李耳朵本人了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账本在什么地方。老爷真是神机妙算。哎，给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人都走了。那成。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哥哥。
以后对不起的话少说。你说，刚才那些人中会不会有雷尔多啊？格格说有就有，格格说没有就没有。嗨，这办案子呢，你能不能上点心啊？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怎么办案子啊？不是，我不上心。拿着，我，你盯着。那好吧。哎呦，这东西看的是远啊。李大人，东西呢？张英，我可是朝廷命官，你敢杀我？我当然不敢杀你。可是，你要是悬梁自尽，那算不算畏罪自杀呢？你可真够狠的你。可我告诉你，我也是给曾海坤干了多年的活了，我今天落到这下场。将来你也是要怪啊，你就去怪刘墉，这都是他逼的。刘，你不是说他？我不那么说的话，你能带东西出逃吗？啊？东西呢？你想找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说你个大内侍卫，连个人都盯不住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又不能怪我呀。怎么就不怪你了？哎，您要早把那望远镜给我，能逮不着人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站住！何事？你什么人啊？哦，我只是个路人。三更半夜的，一个人在这瞎溜达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说，你的银票是不是偷的？这大胆！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出来闲逛，你们是哪条路的？不知道我是谁吧？告诉你，我是临清州府的师爷。怕了吧？怕了就给我滚！根据我对李尔多的了解，此人虽然生性狡猾，但是他胆小，他不敢把账本放在他自己身上，因为如果一旦那样的话，被抓住就是人赃俱获。不然，一定要注意，当你看到单独出现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半本账本了。子枫。就他了，好嘞。干什么？别动！
大人啊，听说刘墉来了济南。对啊。那他来干什么来了？说了你别笑，被格格给打出来了。仅此而已吗？不然呢？我觉得他下棋啊。啊，这棋走得太丑了。将。臧大人啊，官场上浮浮沉沉，就像这棋盘一样，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步升棋，其实呢，它会让你变成死局。所以，丢车保帅才是最重要的。臧大人，当初你来山东任职的时候，是我在皇上面前力荐你。现在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只有刮骨疗伤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傅国泰今天晚上请臧海坤在巡抚衙门吃饭，就是他了。来，坐下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家想想啊，臧海坤回来三天了，闭门谁都不见，他琢磨什么呢？要么他要求助于傅国泰，要么他就是要跑。所以傅国泰一定会有所行动，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。大人，我和孟楠向来都是很隐蔽的，他们不应该发现啊。对呀，我跟喜儿可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。那您想说什么呀？咱们反过来啊，再说这傅国泰，假如说这傅国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，他会怎么对待这臧海坤呢？一个是帮忙，一个就很难说了。您就说我们怎么办吧。这样啊，姐儿啊，一会儿你跟我去衙门见这傅国泰，
我请他吃饭，把他引到外面去。你们两个人呢，见机而行，发现藏海坤，立即抓捕。明白。事成之后，连夜出城，咱们平安镇见面。记住。明白。好的，大人。走。哎，夫人，您怎么这会儿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没，我。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累赘。没有，夫人，我从没这么说过。夫人，难道这就是咱们苦苦寻找的账本吗？这次怎么样？夫人，奇功一件。好，落轿。老爷。哎呦，傅大人，您可来了。刘大人。走，别这碍眼，快点，走。一二三，进。刘大人啊，这是什么都甭说，先跟我走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傅大人，您这官怎么当的？济南府这么大一地方，您不知道？不，这地方我当然知道了，煎饼胡同吗？这可不是您说那煎饼胡同啊！来吧，您跟我来。老爷，副台大人，都安排好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就等您二位了。副台大人，来，请。好，去门口盯着去。哎，副大人，请。请傅大人。刘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傅大人，这就是你们济南的地方啊。那您这是？行了，傅大人，这不就请您吃顿饭吗？来，坐，您先坐下。坐，傅大人。傅大人，早就说呢，想请您喝一杯，为什么呢？感谢您收留，是吧？我说我这得表点心意呀、啊！哎，正好找了个官儿，随便一打听出这么个地儿来，今天请您一块吃顿饭啊。刘大人，哎，您这个表示可够大的，您是跟谁问的呀？嘿，傅大人，有您这么问的吗？您这么问我怎么说呀？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个地儿，我这不成得了便宜卖乖了吗？就吃顿饭喝点酒的事儿嘛。来，张大人，刘大人有请。
傅大人，客气话今儿咱就不说了啊，先干为敬。刘大人，等会儿再喝。这个地儿到底是谁跟您说的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随便找了个官问了问嘛，就是随便找了个官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济南府遍地是贪官啊？没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没这意思。得，朱大人，您帮我这么大一忙，啊，我也当回小人。您既然问我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您说吧。我可说了啊。嗯。谁告诉我的呢？临清州知州李耳朵。糟了，糟那人被刘墉的手下给抓走了。抓走了？是啊，我们出门的时候走的是小巷，结果一出巷口的时候，出来几个人就把人给抓走了。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赶紧禀报巡抚大人，让他想办法赶紧把人给追回来呀。府台大人他不在呀。那他人去哪儿了？他就说刘墉找他有事儿，他也没说他去哪儿啊。完了完了，巡抚大人肯定是着了刘墉的圈套了。您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？何出此言呢？临清州知州李耳朵。对呀。李耳朵在哪儿？在临清州吧。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济南府啊。难不成您为了请我吃顿饭连夜赶到了临清州，然后再返回到这儿吗？不是夫人，我是按您的吩咐不一直在临清州查那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的案子吗？他在那儿告诉我的。啊，哟，那您这记性可够好的。这是什么记性啊？记吃不记打，我这个。大人，没找到。大人，没找到。大人，没找到。我们也没找到。没找到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刘墉能把大人带哪儿去呢？是啊。哎，我倒想起个地方。我带你去，你们都先在这儿等着。走。嗯，说到这个案子，那倒卖赈灾粮一案可否侦破呀？破呀，是破了。嗯，只不过呢，只不过还有幕后黑手。您怎么知道的？您话都这么说了，我再不知道那我就真成傻子了。说吧，幕后黑手是谁呀？傅大人，幕后黑手就是这饭馆的老板呐。傅大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臧大人出事了。臧大人出事了？傅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这个饭馆的老板就是臧海坤。不瞒您说，我已经差人将之拘捕了。看看我这事弄的，其实要说这案子他跟您没关系。嗯，刘大人，您这话说的跟我没关系，跟我太有关系了。首先，此案发生在我山东，其次，犯案之人是我在皇上面前极力保荐之人啊，我这是难逃其咎啊。要不这么着，傅大人，我把臧海坤放了他。不行，此等害群之马必须严惩。那要不我教您审。
不行，叫我审，难以服众。你看我这事儿办的，我这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刘大人啊，还是您审吧，不论什么结果，直接上奏给皇上。不，那不把您给连累了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用人不当，且有失察之过，谈何连累？行，行了，傅大人，卑职明白您的意思了啊！我去审，我心里有数，您放心。哎，刘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能徇私枉法。哎，不，绝不会，绝不会。审的整个过程有了任何结果，我随时差人向您禀报。那就有劳刘大人了。哪里哪里。谁啊？蓉儿，是我。蓉儿。是我，谭春。蓉儿，蓉儿，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。对了，最近我要出门办一件事情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我活着的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本记录朝廷通缉要犯藏身之处的要册，也是我这次回来要办的事。蓉儿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蓉儿，忘了我吧。大哥，藏海坤抓着了。抓着了，车上的，压下来吧。哎，五子哥辛苦了。哎哥，那刘大人什么时候到啊？今天就到，叫兄弟们都准备一下。行嘞。孟楠姑娘，那大人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就是跟我翻了一路白眼。走，快点。布政使大人多有得罪了。走。这真的是善恶终有报。想不到堂堂布政使大人也有今天。孟楠姑娘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有劳秦大哥了。该吃早饭了。大人，这刘墉忒不是个东西了。
不但把蔡永成给咱送回来，还把曾大人。大人，您别怪卑职多嘴啊，小的觉得应该把曾大人留下来，咱们自己审。这该说的不该说的，吃饭。这就是平安镇了，大家喘口气啊。子枫，着什么急啊？我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你是去找孟楠姑娘的吧？我没有。别装了，不过跟你说，以后你离孟楠姑娘远一点。她现在可是我的妹妹，皇亲国戚，你高攀得起吗？我怎么就不是夫人？这皇亲国戚打哪儿说起啊？老爷，前些日子我们三个义结金兰，还有向月荣。哦，这里还有他的事儿。这个格格，照您这么说，那向月荣也是皇亲国戚了，那秦朗他还不……你别提他，先说说你。我怎么了？我再不济也是个御前侍卫啊。反正你以后就离他远一点，要是让我知道你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死缠烂打的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哎，夫人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看人家子枫啊，玉树临风，武艺高强，年纪轻轻，你拦着人这干什么呀？行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哎，什么叫那这夫人这都同意了，赶紧走吧。就哦，那谢刘大人。甭客气。哎，慢点，别跑。哎哎，夫人，你为什么拦着人家子枫去找孟楠姑娘啊？哎哎，我来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家。哎呀，我来吧。你这太多了。你一个女孩家，我没事，我是男人嘛。喜儿啊，别磨叽了，快搀着夫人歇会儿，快过来搀着夫人啊，在前面休息一下，快。孟楠姑娘。嗯，哎，贺侍卫，你们回来了。那我去找大人。哎，别啊，刘大人跟臧海坤有事儿要聊。哦，那我去见见夫人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格格他一路上很辛苦，刘大人说了，让咱们抓紧时间赶快休整。哦，那你坐会儿吧。哎，好嘞。我给你倒点水。谢谢秋姑娘。来，喝水。谢谢孟楠姑娘。哎，你手受伤了？没有啊。这可能是路上太累了。哦，没事。你们这一路真是辛苦啊。没，不辛苦。孟楠姑娘啊，我有东西想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我在济南特意给你挑了一个荷包，可香了。你闻。荷包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？真的，我就是随便啊。随便一猜，就猜中了。
那还真是猜得挺准的，谢谢你啊，子枫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不叫贺子枫吗？啊，是啊，没错，子枫，这感觉有点儿。啊，你要是不习惯，那我还是叫你贺氏。哎，别，习惯，习惯。谢谢你的荷包。夏娜，你喜欢就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，秋姑娘，在京城啊，那香囊种类啊，比这多多了。等下次我回京办事的时候，再给你买。那京城是不是好玩的也特别多啊？多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见不到的。我带你去玩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有什么好吹牛的？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。